上期我们说到啊，刘冰燕他们采访了以后呢，一共录了4盘的磁带，录完了啊，也差不多都大半夜了，但是呢，效果挺满意的，总觉得呢，对刘永江这事儿啊，了解的比较清楚了，总算不虚此行。这个我们屏幕上这个人呢，叫刁金祥，他是刘冰燕的哈尔滨老乡。也是1980年的时候啊，往刘冰燕曾经采访过的一个对象。那个时候啊，这个刁呢还是东兴电炭厂的一个厂长，当然后来升了啊，升到了成都的市长了呢。刘冰燕当时采访他啊，写的那个通讯呢。整个那个文章的题目就叫《成功的秘诀》，意思是说呢，一帮从哈尔滨电炭厂分出来的职工，8000里路云和月啊，从东北跑到西南的山沟沟里落户，从地理条件、生活条件啊，都远远不如大城市的哈尔滨。那么他们是怎么把他们的生产成绩最后超过了自己的老厂？当年啊，把这些企业啊，因为战备的考虑嘛，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当时被苏修一听说人家要往咱们这扔炸弹，老毛不是跟苏联干上了嘛，所以害怕呀，把很多的工业企业全都迁了，甚至啊，很多都迁到大山沟子里去了。大约啊，也没有想到，这给那些被迁的那些。厂子的那些工人呐，包括工厂的管理，带来多么的不便。我们那时候啊，我们党永远是不会管别人的，我们是统一行动，都听党的。大工业啊，其实是城市的厂，反过来，大工业又去滋养城市，或者说创造出一个城市，它是离不开现代化管理和现代化城市的。你给它迁到山沟沟里边，你想看那怎么办呢？因为你需要为这个厂子，等于不得不重新建一个小城市，或者说小社会，吃喝拉撒呀，生死生老病死啊。我们的国营单位为什么后来被拖垮？其实甚至就是什么，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到派出所啊，什么这些啊，全都要管，都是工厂、人民小社会，你甚至都不用出这个围墙。你都能解决了，当时首钢啊，什么这些那些大的啊，那些国企，大多数都是这样。可是呢，你这一迁完了，平地起价，重来一遍，你知道这种持久性的破坏或者是困难啊，再加上最主要的就是人心，人心是思归的，乡土观念，那边亲戚纽带，所有这些啊。其实对这个厂子或者说现代化的事业都会有很大的障碍。刘冰燕啊，她通过她去采访四川啊、自贡的那些什么渡口啊这些大厂子，都是从沿海呀、大城市迁过去的，深刻体会到了这些东西，就是哪儿都不是不招，你知道吗？那根儿都没有。我的叔叔、婶婶啊，当年都是整个给迁到咸阳去了，你知道吗？那咸阳，而且还不是在咸阳里边，是也是一个山沟沟里边那块那个地方啊，当时连馒头都吃不上，面条更别提了。那每回来西安看我们的时候，买那挂面啊，包括是军代表啊，那都有钱，因为工资高嘛，依然是没吃的。为什么？那买不上，你有钱也花不出去。那个的一个个的那个眼睛跟狼似的。1981年的时候，在成都啊，有一位东北的老乡就问过这个刘冰燕，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讲讲我们的这个黑龙江的优越性啊，是吧？我们的这个家乡的猪肉啊，比南方的香啊什么的啊。当时啊，这个东北老乡啊，一边讲啊，一边这个就简直就你能感觉出来那种细致、那种思乡、那种，你知道，因为人的胃啊，其实是跟你的童年记忆密切相关的。你很多人啊，你甭管他最后离开故土，走跑多远，那个胃是很忠诚的，尤其是岁数越老越是这样。
那人家我们的哥们儿跑到澳大利亚买大别墅住海边，天天就吃炸酱面，想死了都快。这个老乡啊，就跟刘冰燕啊，就俩人聊啊，就聊的从东北的那个猪肉到四川的猪肉，从这个形状、味道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比较。你想想啊，他到四川都已经20年了，在这儿都抱孙子了，但是他一心一意还是想回他那个老窝去。4年前啊，这个自贡的那些厂长啊，一见到刘冰燕啊，也在这说呀，反正就是说，哎呦，这人心呐，留不住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可见啊，其实不光是传统留下的思想，当时刘冰燕她是这么分析啊，觉得是习惯啊、感情啊、思想啊。其实很多东西我说过了，心安即是家。很多到的海外的啊，包括他们本来都已经，你看我们讲过上一本讲过的，都坐到船上，或者他们已经到了中转的这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都随时准备就要回大陆的，为什么后来咣当一下就停下，就不再往前走？他们的亲身经历啊，就让你知道了，最后不是说你留人是因为哎故土啊什么难离呀、啊，那可能死了是他倒是把骨灰拿回来了，没有意义。真正他想活的时候待的地方，这个地方让他心安，那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故土。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他的祖国了。所以前面那本书不是你看那历史学家他就说了吗？那后来的时候，他加入到马来西亚的那个国籍的时候，他是很激动的，因为他终于觉得我开始有了着落了，而且特别想因为这个国家能做出一些贡献的。所以说，你像这个什么，就是刘冰燕，她在那个日记里边，她批评的认为这是一个腐朽的、封建的、传统的、老的东西，不是先进的东西。我不是这么认为。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土地，它不养人，他们留不住人。为什么他不养人？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让人觉得我在这儿待的，我很舒适啊，我是自由的呀，是吧？这个刁金祥啊，他你看啊，长得这样挺像东北人的，是不是？不是，东北人是吧？他不像东北人，他有点像南方人。你看那嘴唇啊。还有那个鼻子啊，它是属于那种北人南向的，但是呢，这个东北人啊，刘冰燕因为自己是东北人嘛，估计他就夸一下，他说我们东北人有特有的胆魄，我就想说就吹牛逼的胆魄，真正打起架来，南方人绝对打死东北的，那是往死了打，东北人那就是嘴巴横，我告诉你，说哪儿了？对。这个刁金祥呢，他还兼有南方人的机智和信誉。1年多以前啊，他是当选的自贡的市的市长，结果呢一直政绩不错，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居然把自贡市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目的之一呢，当然是先通过城市建设啊，后来是市长全这么干。那不是一下子让人看出来有成绩吗？哎，当然他是觉得呢，能够把这个城市变得呀更可爱一些，让这些思乡心切的人啊有更大的吸引力留下来。经过市委领导干部的各多方奔走呢，自贡市的一个头号问题给解决了，就是他们一直想从水库啊输送那个干净的水。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一个管道工程，终于开工了。他那个年代啊，80年代那个地方就已经水极度的污染，很头痛的一件事。据说啊，就这个刁市长自己亲口说啊，卫生部那帮懂行的人出差到自贡。没有一个肯在这儿连过夜都不愿意，为什么呀？就知道你这水就是毒水，怕死了，过夜都不肯过，你就想吧。
这老刁的这一句话啊，引起了刘冰雁的兴趣。于是呢，他一想呢，我得写写这个地方。虽然说啊，这个市长把这个城市建设搞的啊，确实值得一写，但是刘冰雁的兴趣肯定是不在这儿。老刁当时里边有一句无意之中露出的一句话，反而让刘冰雁觉得值得大书特书。也就是说，他跟那个市委书记王孝才俩人其实是素不相识的。哎，就是如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当这个市长，正就是等于被生拉硬拽到这张椅子上的。这个情节啊，一下子让刘冰雁想起自己刚采访过不久前刚离开的那个西安市。你能发现这两个城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边抱团啊，那边是抱团，但是那边是很封闭的，拉帮结派的，你不是我这派的，我整死你。而这个地方即便我们不相识，但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是一样的，那我们不计较这个。那说明就是什么呢？就是私心没有。在刘冰雁觉得啊，中国啊，它毕竟还是有一些没什么官瘾，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就是千方百计当官啊，甚至掏钱当官的那种啊。但是呢，就是这种人，又非得当官不可。这个形式啊，其实也就那时候80年代改革开放啊，现在可不太容易喽。这个事实本身呢，其实说明呢，这个领导班子不存在拉帮结派，或者是任人唯亲这么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一把手啊下台前啊，一般在咱们中国都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惯例，我得按照我这个模样，哎，起码啊，就是这个人不会推翻我以前的政绩，哎，或者把那个锅呀什么的就扣我脑袋上。我得找一个，要么就是什么呢，至少吧得是我的一个代理人，哎，我的孩子的权利还能延续一段时间。在刘冰雁觉得啊，在这个自贡这些不相识的领导班子就是一个当时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日记写到了9月10号，今天呢是中秋佳节，他没有去赏月，因为什么呢？没月可赏。不知道啊，北方有一个农谚，叫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这种啊，一般是预兆今年是一个丰年。那这个规律在四川灵不灵呢？他没有说。他正好啊，刚写完自贡的喜与忧，写好了。还打印了几份。晚上呢是请市委啊还有市政府的一些领导啊先审阅，完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你能看出来啊，我写你这个地方的东西，我要登报之前我要先经过你们的同意，或者是还得提出修改意见，这已经算是进步了吧。但是记者你还要这么干，你还是记者。还好啊，这次的个审阅呀、啊，提出修改意见啊，只是这些人呢，都给提了一些修正和补充意见。当然，也是算是大多数人保持的是中国人固有的那种谦逊，一再说，哎呀，这个地方写我太多了啊，不要这么写。其实刘冰雁是学的啊，当然他那个年代嘛，他还觉得我写出的通讯或者是文章啊，在讨论的时候呢能有这种大家互相谦让啊，和谐呀、啊、愉快的这种气氛啊。但是你要真正说起来，它是个笑话。你一个记者，你写这个东西你还要经过这些人，你写他还要经过他的审阅和修改，你觉得你还写什么写呀？第二天呢，本来他计划啊是由成都起飞，完了呢回北京，机票都定了。刘冰雁是知道啊，那边一堆的重要事儿等，
刊，但是呢，当时啊，现代作家不是个月刊嘛，主办了一个笔会，本来呢要邀请的几个作家呀没法来了，结果呀临时抓着他呀去充数去。刘冰燕啊是一个那个耳朵根子软，比较容易被说服的人。结果呢，就赶紧跟北京商量商量，说我必须得在这儿再待几天，结果就留下了。这次啊，他是需要在这个会上要讲几句话的，而且要讲两回，无非就是什么时代呀、这个作家呀、生活之类的呀，发些感慨。当然，这是刘冰燕第一次啊，在四川的公共场合讲话。粗略的就是这个，我们都是中国人啦，心里边啊，不能有顾忌啊。当然，他也知道，他毕竟还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呢？就是老不得罪呗，对吧？得安全。完了说的话呢，要八面玲珑，尤其在公共场合。当然，在他的性格里边啊，也没有那种人云亦云的。那样的话，他觉得呢，那我还不如不说呢。那他觉得呢，你在底下听的人，如果你要说这种不疼不痒的那种冠冕堂皇的八股文，那也会对他来说，对他的形象来说，就是更失望嘛。那自己也是属于活受罪，对吧？那这不是跟那念别人写的稿差不多了？在他认为啊，他人生中就最讨厌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他觉得呢，我至少我要做到就是，我要跟人讲的时候，尽量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思想，而且我不拿讲稿。虽然说他也知道啊，像这种公共场合，你确实这分寸上你稍微一不准确，尤其他当时已经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了嘛。那你这万一哪脑子一热一冲动，是吧？可能就说出一些东西，最后被人抓把柄，这都。这可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几十年前的，我们不在乎你的思想，你的东西会有进步，会有变化啊。那你就是这一辈子，你必须是完人，一句都不能错，而且是要不然干脆你就是一路狂奔到底，你就死倔驴不回头也行。反正总之，如果你跟你的以前的立场不一样，也是一个大把柄。哎，就总之吧，就是你所有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小心翼翼，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刘冰燕觉得呢，那你不讲话不就能够更安全吗？可是，在她的一生的，尤其她后来啊，因为要采访的都是这些比较讲究的社会弊病的事情的时候，她发现也未必。你比如80年春呢，她到四川的时候，其实她一句话都没说。而且他连公共场合都没露面，居然还有人参了他一本，说他在四川煽动青年人上街闹事儿，旧习难改。刘冰燕觉得我旧习难改，所以这次啊，他还真的在这个作家协会里一个笔会上啊讲话了，而且讲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约按约定时间啊，他去采访了当时的四川省的叫杨汝岱书记。刘永江的事儿啊，这书记是一清二楚，而且呢，一直说他很重视。你觉得他重视了吗？都被关2年了，他都知道，也可能刚知道。这个杨书记啊，当时他刚看过《工人日报》那个记者范玉章写的那个材料，然后呢，就让宜宾的地委和县委抓紧处理这个案件，而且还给批示了一个关押13个月不审理，这是违法的吧？据说杨书记看了这个材料很气愤，他对刘永江的命运啊也十分的关心，于是呢，就让自己的这个
秘书啊，就说你给这地委给我打电话，问问现在进展如何了。你从这些描述啊，都会觉得是悲哀。当然那时候法律没那么健全啊，我们的中国一直是官大于法的，所以我们讲究那个拦轿、那个上告啊，什么上诉，都这来这套啊，是没办法，没办法的，没办法。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把攻坚法全部跨越。后来啊，这个刘冰燕不是也是聊起这件事儿吗？所以呢，这个杨书记就说：“再盯，给我继续打电话问，现在怎么样？我的批示下去这么久了。”大半夜，这个秘书给刘冰燕打了一个电话，说：“命令，杨书记命令，必须立刻释放刘永江。”我们看历史啊，不能说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现在的立场来看，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书记关怀，青天大老爷，就算是刘永江见着青天了。9月15号啊，刘冰燕终于见到了那个程世凤，大概是刘冰燕啊，她不太懂，她把那个成都信箱啊，等于成都市信箱了，所以他大概是这个找错了，以为啊人家给他寄来的信嘛，那写的是成都市信箱，他就以为人家的工作单位啊就在那儿呢，结果啊人家那老大远了，广元呢，得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成都呢，所以等他到成都了以后啊，约的时候那个人在紧赶慢赶啊，得坐火车来见他。好在啊，这回他见到了刘冰燕。其实刘冰燕啊，给他收到这个程世凤的第一封信的时候，是1982年4月21日。他对这封信啊，他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我一定要见一面。程世凤啊，其实是当时看《人民日报》还有那个作家那个月刊里边啊，看到刘冰燕写过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这个才得知刘冰燕来到过四川，而且是专门写真人真事儿的。他们那时候没不懂什么叫纪实啊，于是呢，他给刘冰燕专门写了封信，说我来给你讲一讲一个真人真事儿的。这是一个他认为必须应该要书写、不能被历史遗忘的人，也是一个死在四人帮屠刀底下的年轻人。哎，我在这又插一句，把历史的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于那四个人，这属于这个推就背黑锅啊。那么多人犯下的罪恶，最后由四个人来承担。你觉得四个人能够就把我们的好几百万人忽悠起来，打打杀杀死那么多人，你认为他们四个人背得起吗？是吧？但是呢，我们除了这个找一个奸臣来推脱责任啊，我们还一个特别爱的就是推脱给女人。哎，那江青就算了吧，就替他老公背吧，是吧？你认为合适吗？那时候我们中国女人，你别说江青，她有那么大权利吗？好，那我们再接着说这封信啊。程世凤说的这个死在四人帮屠刀底下的年轻人啊，至今没有被平反，他的家人至今还处于悲恐之中，他的思想、行为模式。有点像张志新，张志新算是被列为烈士了，但是呢，在程世凤认为，这个死的年轻人应该比张志新更多跨出了一步，应该是属于应该大书特书那种人，而当时啊，他是属于非常敏感的一个年轻人，
当时呢，不是推出什么顶风论呐、啊，什么大树啊，那一出来啊，他就直接就开始说，这就是搞个人崇拜，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反唯物辩证法的。完了，等到江青一不是喊蒙古5卫嘛，他就写诗说“龙虎格斗树民怨”。完了，这个上边不是又开始说嘛，右派是社会的渣子吗？结果这个年轻人又说，其实那些人才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只不过少了点浓颜媚骨罢了。这年轻人不得了啊！那我们就说说这个年轻人吧。在别人呢，都在那儿已经开始炮火连天搞武斗的时候啊，这个年轻人居然步行了几个县。专门搞当时的自己的自发弄的社会筛查，然后啊，当时他们也有几个小年轻，都是学生啊，也一块儿呢，没事儿呢，还读读马列。你们那时候也没别的书可读啊。但是啊，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可能以后慢慢的连马列书都会被禁止了。北大那个帮着工人。争权力的那几个大女大学生怎么样了？那可是马列主义背得呱呱的，说的话都是马列主义著作里的经典词句哦。怎么样了？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现在除了把李自成什么的给迁出北京了，以后我们估计马列主义的这个著作也不让读了，我们就读习思想就行了。好，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当时这帮青年学生啊，确实真的拼命的读书，喜欢读政治，也当然也读文学呀、历史啊。应该说他们的这个小小的读书小组啊，经常是有通宵达旦的辩论的这个场景。这个啊，在80年代特别的普通，但是他们可不是80年代啊，他们是在四人帮那个时候。那就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其实我觉得辩论啊，讨论是能够激发你很多东西的。最早起来的那波就是80年代啊，后来的什么北搞啊、北岛啊，那些海子啊，什么那么些人，那时候诗社、中关村，好家伙，那一页一页的，一边这边弹着吉他，有人没事闲的唱一首，完了大家谁今天弄首诗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男孩。长得贼帅，哇！他追他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诗写得好，跟长相都没关系啊。你长成多难看，都能够被打倒。女人呐、啊，最容易被俘虏的是语言。你说的就是，所以为什么甜言蜜语特别容易，直接被蒙了、蒙圈了，就是直接圈住。就是语言，说哪儿了？对，继续说。这时候啊，他们讨论小组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开始有风声了，就是说什么这个帽子啊，有一波，就是一小撮反毛泽东思想的狂妄之徒，这帽子啊已经弄过来了，各种的诽谤啊也向这些小年轻开始涌来。当时啊，其实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很苦恼、很惋惜的，也知道啊，这家长都快急疯了，就没办法，有很多珍贵的读书笔记直接就付之于地了。然后呢，大家就做了一个约定，就是这个一直带头的这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呢？叫昌世平。我搜了很久啊，没有找到一张照片或者一篇，记录他的文章。很可惜，幸亏这个有这个人呢，写给刘冰燕的这封信啊，才能够得以在历史上占了那么一小点点。这个昌世平当时就说：“我宁肯站着死，我不愿跪着生。”让我们在众寡。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吧，勇敢的去死是幸福而光荣的。这种年轻冲动的东西啊，好像现在越来越没有。
有时候想，其实党为什么那时候怕人贫穷是会有这个土壤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嘛，我说这话是不是又反动了？好，那接着说啊，其实这个昌世平呢，后来就带着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什么研究小组大头目的这么一个大帽子，就被关进了监狱了。而这个写信的这个人，这个女人，她女孩儿啊，她那个时候叫是什么来？是什么凤来着？石金凤，是以小头目的罪名，只不过呢，现给她只是发配到农村做监督劳动。就劳改去了，在监狱就不一样了。在监狱里啊，那个时候是可以严刑拷打的。那个时候的监狱啊，应该算是跟那个阿拉伯那边的什么约旦、埃及啊有一拼，就是完全没有人性的一个监狱。石金凤他当时啊，因为你得先抓到那儿嘛，后来才给他改判为这个劳动改造的嘛，所以当时啊，他被抓进去的时候，他就记得那狱中人就直接跟他说："你不是有硬骨头吗？我们这监狱就是枪水池，懂了吗？在这儿被关死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你给我这玩绝食有什么用啊？"你我可以让你死不了也活不好，所以呢，那个昌世平在这个监狱里啊，那肯定他那个性格里边吧，也是会造成这种的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大丈夫以后遇到这事儿啊，绝对能屈能伸，认怂认怂的，等到出来那一天，没必要。结果呢，那肯定他的性格嘛，就是大不服。所以这监狱啊，也是一直就是没完没了打，而且呢，不断的用死来威胁他。眼看啊快死了，他就觉得呢，我要天天这么着啊，我估计我们活不到明天了，那我还不如做最后一次斗争呢。没想到啊，他居然受到了一个当时以前当侦察兵的一个共产党员看不下去了。居然掩护他，他越狱了。可惜啊，那个年代你越狱了，那你跑哪儿啊？不跑不出去，很快就被抓回来了。然后他就又绝食了7天7夜，因为被抓的时候啊，他挨了一个刺刀，再加上就是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处理，那时候哪儿给你处理啊？是吧？那个长安街那被打死的那已经都明确的当官说了，这都是暴徒，治什么治？先治我们的士兵呢？所以呢，就是他只是给弄来一个叫特殊处理，那肯定就活不下去了嘛，奄奄一息了。等于是在71年12月9号，129。听着这个日子特别感慨吧，129纪念日那一天，他就被杀害了。读完这封信啊，刘冰燕呢还收到了很多就是纪念昌世平的一帮年轻人写给这个人的叫挽诗吧，不叫挽联儿啊。其中有一句啊，有一首他觉得挺感慨。一面悠悠盼佳音，晴天霹雳震人心。世上是有良才天不允，巴山泪雨向东流。诗差点儿，反正我觉得差。那时候特别爱用这种什么晴天霹雳啦、震人心呐、词儿都用的比较大，不，但是就。不够高哈，当然小年轻咱们应该理解啊。我这人就是特别爱一有什么吧，就是瞎评，属于那个特别拧巴，就是爱较劲的。刘冰燕啊，专门约的这个女人呢，是在锦江宾馆，
一个屋顶啊，当时有一个酒吧间里边那个采访，没想到啊，9月的成都那天真的特别的凉。当时他穿了一件单衣啊，已经顶不住晚风中的那种秋意了，因为一般成都凉的比较晚啊。这个程世凤啊，就告诉刘冰燕说啊，他的老家啊叫忠县，以前称叫忠州，算是古巴国，就是当时有一个叫什么来，忠臣叫有名的叫断头将军巴曼子，那个地方，唐以后啊才把这个地方叫忠州。从他的这个女人描述来说啊，你能看出来她很爱自己的家乡。其实她自己说："我从家乡，热爱家乡，你可以给我延伸到我热爱祖国吧。"这个城市啊，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小城、小山城，古迹特别多。城里边有什么古八王台呀、八王庙啊，还有那个白居易那时候做过什么登八王台诗啊？苏东坡在这儿写过诗，赞美过屈原塔呀，什么什么白宫寺、太保寺、四贤堂等等吧。这些啊，当然是纪念这个抗清的。那时候是很有名的秦良玉，就是那个巾帼英雄，在这儿建的。他可能比这个，他觉得自己秦良玉是吧？就是我们四川的妞儿啊，横，有骨气。在他的叙述中啊，你能够看出他对故乡的感情也是矛盾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他觉得陶冶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但是呢，他又发现啊，又不知道为什么，也是这个家乡或者说这块土地，把他变得特别的恨他。应该说，程世凤觉得呢，他打心眼儿里边在诅咒自己的家乡，觉得就是经常骂他。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一个鬼地方。当然你说的是山美地美，人不美。程世凤她深恶痛绝的是觉得这里边的那种小市民的庸俗啊、浅薄呀、趋炎附势啊、保守啊、落后啊。当然好人啊，咱不能打一片。他自己也说好人居多，可是，在那种窒息人的这种高压和恐怖下啊，他自己也承认，当年要不是那些基层的干部啊，有一些同情，给了他一些支持啊，他是逃不出来的。程世凤是72年年底，他带着他初中毕业的妹妹远走他乡的。然后呢，就遇到了昌世平。昌世平啊，家境是比较贫寒的，但是呢，后来还因为学习优秀啊，被保送上了师范。17岁啊，居然师范毕业的，主要不就为了出来当老师嘛？他就真当了老师。当时大家还给他起外号叫娃娃老师。好。这个时间长了，我们留待下期接着讲。